各位，我搞错了，雅典娜最新调整，死亡之后不会直接落地，还需要在天上飞那么一段时间，然后落地给伤害回到泉水里面。这东西我感觉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用啊。虽然说这个范围伤害增加了，但是太难命中，我觉得你只能清理兵线打团和抢龙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点作用，复活的时间不确定，你想要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打出正确的作用，这条件也太苛刻了。你比如说这一波吧，我眼看着就要命中两个，以为双杀到手了，对面一个位移我直接扑了个空，那你还不能让我原地复活呢，我也许还能追上去把亚莲屁股捅烂。我体验服完了三局，这个被动复活的伤害我就没有给到过几次，只要对面没有挂机，用脚都可以躲开，可能就是复活时间减少了，但献祭流是没有了。不过现在好像献祭流也很少了吧，加上前面的增强，以后肉装雅典娜应该是玩不了了，全部都是额外攻击力加成。各位小伙伴们觉得这次调整如何呢？